在这一小时里，还有谁来过您的病房？就那几个学生。祁连，你能告诉我，你是从哪儿得到那张定位器的照片的吗？是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后来想了想，那款定位器的订购方，应该不是什么动物保护机构的，而且你要的那份档案。 在我遇袭的当天就丢失了，就连库里的电子档都被莫名的清除了。你说，这会是巧合吗？您和警察说过这些吗？没有。我不知道你在查什么，我也不想被卷进去。只是关于那款定位器，我真的没有再多的信息给你了。 在这一小时里，还有谁来过您的病房？没有啊，就那几个学生。好，刚才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走廊的监控录像，没有发现可疑人员进入中先生的房间。这到底是谁出于什么目的在这里安装窃听器？我们暂时还未可知。不过接下来我们会安排民警在这里值班，您呢也不必过分担心中先生的安全问题。辛苦了，不辛苦，感谢您提供的线索。 你要是有空的话，能给我们一块回去做个笔录吗？可以。走之前，我能再和钟主任说几句吗？